今天呀，体验一下大锅菜。还真不赖，真的想雇你。嗯，太幸福了。留四年的时候，我家的大锅饭是我从学校帮我的那一碗白米饭带回家，妈妈掺一大锅水，里面放一些白菜，那个时候还是吃得香香的。往事如风，身子就穿过了身体，飘向天空。我给20多年前的自己打个电话吧，遗憾地告诉你一件事啊，别错过了机会，一定要念大学。你还有艺术追求的话，希望你可以更坚定一点，你可以完成自己的梦想。我一定会努力的再成为你的骄傲。就是希望你们两个今后的人生呢，都为自己而活就好了啊。奶奶还没坐过飞机呢，但是你现在应该是飞得更高了吧。哇，这一切都不用害怕，也不用担心，之后的日子会好起来的。